我周日我休息啊，怎么开双倍卡？你很不关注我。活跃度很高啊，之前都在打游戏是吧？为什么累啊？想要消费的样子啊 ，Neva， 你是不是想消费啊？可惜了，没有双倍卡了，用完了。好，酒瓶冰凉，根本不玩，可以的。
眼神开始迷离了，困了，肯定困。我能熬啊，我只是有点困，但是我可以熬啊。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啊。青灯喜欢听轻语吗？好像还是轻语吸引人一点。好，
这样弄，这个麦这样放比我那样放好多了。无语了，这麦这样放才感觉好很多呀。今天的办法好，我不得不说，这个点的话好像都没有什么人了。人的话还是得就是10点到11点，人好像比较多。嘿嘿，但是我老是迟到。老师迟到，你说搞不搞笑？我们一直都在，只是不说话，是吧？逛什么？逛什么东西啊？即使你没有平板，即使你没有平板是吧？差点忘记了，好困。什么比赛？
车老妖？有吗？有这声音吗？害怕的话就怎么说？好像也没怎么说，有点饿了，害怕就抱紧我。根本就没有睡觉，肯定没有睡，对不对啊？哟，曝光了，现在关注了。我实话实说，压根就没有睡你们。以后大把时机会睡啊，起来嗨。肯定在看美女，深夜不睡觉哦。不是游戏，就是被美女牵绊住了。一个单身男人，好像有点电流声。大姐，是你那的电流声啊？怎么有电流声？我都没听到。记得关注哦。一个单身的男人到凌晨三点不睡觉，他在干什么？他现在要么在看游戏，要么就是在看美女，还有一种的话，哎，你还别说，我之前也看过一部小说，直接看到早上八点钟。那江江，求你们监视好不好？怎么说高低也整个牌子六块钱整个牌子好不好？
六块钱卡个牌子，行不行？一句话，行还是不行？我杀了虫子，哎，我有牌子，我就是不带。卡过的话就别，就不用卡了。就是没卡过的，就给江江卡一卡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确实应该，刘海有点可爱住了。现在还没有去拿。是一个月是多少？请问一下，这个粉丝牌为什么不涨呢？
生好友，谢谢 Never 的荧光棒。你是把所有荧光棒都给我了呀？嗯？全部都给我了。谢谢小哪吒的办卡，不加班能行吗？主播结婚吗？能跟你结婚吗？我是男的。谢谢 Never 的办卡，我是男生。女扮男装，不对，男扮女装的，女装大佬，可以接受吗？好粗鲁，弟弟，我有点害怕了，怎么办？弟弟，我有点害怕了。哥哥可要小心啊！肥皂可不要掉在地上。肥皂可不能掉在地上哟。主播是大学生吗？看着好小。我可看着不小啊，我只是看起来年轻而已，但我绝对不小。现实里也很多人说我看起来很小很小很小，他是不是在嘲讽我？他说他也是一直说我看起来很小，这小字代表真的是看起来年纪小，还是说我看起来像没有发育一样？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严重，有感觉有点被侮辱到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就在今天证明一下，够大了吧？提醒聚焦了，
直升机降落了，没有啊，大家想听直升机吗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舒晨哥哥的飞机。我到四点哟，二楼咆哮好哟，大家想听什么跟我说，我给大家弄好吧。怎么样，娇娇温柔吗？娇娇是不是很温柔啊？通宵轻声就有点就是好骚，谢谢关注啊，等我一下哦。他照啊，他听完毛的话没什么反应哎，
好，我们继续了。声音突然变这么小声了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哦，狗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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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注意什么？又不是我注意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自爆卡车？自爆啊？这个话就不用说了啦，这个话就不用讲了。不用怕，我倒是怕我自己技术不好，这让我很头疼，就怕自己技术不好。啊，挺好的啦。这草耳店的话有两种，一种的话就是很说实话，我想知道
我给你们打一下啊。我一直想知道这个怎么搞的。不是啊，都是正规的吧？都是正规的吧？多多还有去过不正规的掏耳钉啊？那是掏哪里？那你请问说一下是掏哪里啊？现实里踩一下耳朵很舒服的，然后还可以让他帮你看一下你的耳，让他看一下你的耳石有多大。不好意思，刚才说话机有点大声了，现在说话机还可以吧？
直播。小子，又开始了。刚才说坐直升机是吧？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。谢荧光棒，然后就给你们坐个直升机啊。今天四星任务机大机特机了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什么不可能什么，怎么还想让我播一会儿啊？哦，让我看一看我的头像高了吗？还好吧。差770。差的好多啊。吐了。我
我休息吗？没事，我可以再播一会儿的。但是我想，累坏了咋办？算了，不逞强了。我晚上再努力吧。可能今天晚上也要加班。沉迷于工作无法自拔。我已经沉迷于哄睡，无法自拔了。不是，你本来今天晚上就要播呀。对呀、啊，借铃声渐入的水晶球，ありがとう。下播还怎么说？怎么突然人就很多啦？啊，怎么说？你说怎么说？反正我看比赛睡不了了，快睡着了。不搞了，睡了。对，想下班，但人多起来了，好奇怪哦，奇奇怪怪的。不行啊，我得睡觉了，兄弟们，我这样我明天爬不起来的，晚上的话就又要迟到了。除非有一个火箭，那我可能留下来。没有的话，我就除非有一个火箭从天而降，那我再留下来加一会儿班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嗯。爬不起吗？怎么爬不起啊？再见了。给点说事啊。谢清灯。好、哦、看来是没有火箭，那我下播啦，给大家放一个录像。晚安哟，早点休息呀。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身体排毒吧？身体应该这个时间点要排毒了。拜拜。清灯的事，如果不要的话就捐掉吧。啊，你这样熬的话，你这个事要是不想要的话就捐掉好了。
你要去干嘛？要坏掉了。